大理高中，今天要来练一下。今天练什么呢？我们一起看下去。欢迎收看一日系列，我是凯杰 K 姐，没有错，今天来到了这里，就是我们的脚力。邀请到我们的奥运国手脚力天星，我们欢迎陈文玲。Hello， 我是陈文玲。声音有点高啊。今天我们请到了文玲来带我一起一日训练，今天他练什么我就练什么，那我们就一起摔下去 ，Go！ 文玲的鞋子好不好？我拿奥运资格穿的那双。奥运资格赛的时候的鞋子一样，穿上去，我不知道是奥运资格。好，一起做。下一项你说抢手怎么抢？可以撑住，然后要怎么拉？我手要往后收，所以我也要拉。对，太夸张了，这是热身而已啊。再是快速摔倒，快速摔倒。然后下面的那个让站起来。所以这附近应该开蛮多那种跌倒受伤的，对不对？也是有，开蛮多，应该生意不错哦，都是脚力队的。那你先自我摔哦。然后摔我这样，那你受伤了，可能就是我有分自由式跟西螺式，自由式跟西螺式两种方，两种摔法，就是西螺式有半身的。被攻击，然后自由式是全身，全身都是。然后我是自由式，女生都是自由式，男生有分析的。哦。只要我们抓到腰部以下的话，哦，手不能碰到腰部以下。对，我不能这样子，或者是这样子。哦，这样放，所以不能抓脚。对，不能抓脚。我很怕。对，所以我待会要做这个。你要试吗？哦，好。你要试吗？不要往上。
伴娘哦。他们没伴娘，我你要收下吧。我想抓着他。你可以抱他，可以抱他。我可不可以看到明天太阳？就看今天了，就靠你了。那一瞬间，没有，还可以。我觉得我应该要配多摔几次。这就是熊猫，它主要是走在这个位置上。哦。它会怎么样？抓。对。那一抓去，感觉好像。对，会有点。吸不了气。所以我在半空中抓，如果手很紧的话，它是。然后我们现在今天，第一步就是跟强迫我们的对手接触，我们会是第一个，就是控制他手，控制他手，然后我可以带。所以谁先被抢到脚就输了，对。再试。如果不能抓脚的话怎么办？可以摔栗子。摔栗子就像刚刚有摔香蕉、摔苹果吗？你就只能摔栗子。我今天上半身我弄不到，我可以弄下半身。下半身这边看不到，可以都左右边。左右。啊，左右例如要怎么摔？我会有这样冲倒。哦。所以这样就能摔倒。哦，这我专长的，我专长扑倒的。抱脚我也专场的、啊，然后还有，如果我上脚碰到你，我就转身，没有他半臂，还有你看到我摔，看到我摔就有抱脚，哦，这样都不会痛，我吗？对啊，我会痛吗？是假的，这样不会痛，我就那个正面的扑倒，我应该可以。对，好，哦，所以扣进来往前顶。对，好像它是一个真的扣。压死吗？好，讲的我已经看到不爽很久了。往后抛就对了，往后抛。你要下压。要下压。拿来像这样。压这边抛过去。哦。有一点点。有一点像。有一点点的。所以下一项是什么？我们地板的基本动作就是滚桥，滚桥就是下面的人挡，手不要低于肩膀，手不要低于肩膀，会断掉，也不要平行，也不要平行，对吧？会断掉。锁的地方，上面的我要绷紧，直接锁起来，吸紧。对，没错。锁紧，然后滚。对。这样就两分，差别就两分。这个看起来像没什么。对。你可以感觉看看。这个我应该可以了，好不好？老师，什么东西？我觉得我应该不会那么轻易的被翻过去的。啊！这，小心你的肋骨。我还没准备好。哦，摔肋骨，好痛哦。所以这是热，这里是正常的。对。就是如果我们今天在下面挡的话，我们会有一些秒数。如果他滚这边，我就挡这边。他滚这边，我就挡这边。所以他两边我都要去挡。除了这个以外的话，我还可以肋骨，我的肋骨贴地板磨。好，那你抓我，然后我尝试着不要让你翻看看。虽然说可能不到0.5秒。好，来，我就是要一直动就对了。好，如果我今天是从地板，对，我拉起来。好，哎，我当你翻，这不会，不会。
等一下，文婷，你几公斤？68。68。哎，我85公斤，随便都就被翻过来。太夸张了。之前在国际赛吧，然后有一个锁脚，然后因为实力有差，对，锁一个他脚硬挡，然后骨头岔出来了。骨头岔出来，所以这算是骨折还是脱臼，算是蛮常见的。对，好可怕。所以像刚才这个，这是其中一个，他还有其他的。锁脚。刚刚的吗？哎呦，不会这样子的吗？不会这样子。没办法反抗哎，这是被抓的时候。被抓的话，像如果我到这样的话，我就要用掌心，赶快把它踢掉。就是我自己移动，不可以踩他脸。哦，反抗就踢掉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刚被抓到就很难解脱。你要在他下来的时候，他就会止住。是，开始跑了。好，我是那个左脚。这里的时候可以再补个他几拳这样吗？可以梗个几拳，多滚几拳就是2分2分2分。哦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稍微来简单的对练一下。我们会一次是握手开始。握手开始，对，这个我专长。好。我这样子，压制，怎么样逃跑？救命！等到裁判喊压制的时候，裁判不要再看电视了，裁判压制。第一回合热身赛，现在就正式开始了 ，Block Two。听到，等一下你们在裁判室喊停哦，然后你看第二个，快点过来。卧推，压制3秒，我下去只有3秒可以跑，只有3秒可以跑，对，我看，我超过10秒，就直接就 KO 了，对，这么快啊，所以你要反应很快，就结束了，对，看真的我没办法，反抗，快了，好，那今天是再带一下我们的手套这样。如果没有人在这里的话，我应该就在这里躺一个晚上了。你一个人就3000。如果碰到有坏人，算是如果被偷袭的时候，不然找到你防身是不是？有没有那一种？我不是今天被抓住了。对。然后我们手要往虎口。虎口。虎口是这边。对。对，虎口的方向。然后就反攻。对。那我们现在就假装我从旁边走过来，然后你正在练习。这么凶啊，就是直接就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一招真的蛮好用的。我还没有使出来。还没有使出来，对。这一招我就已经上了，所以初学者你一开始要预防这种不孝人士的时候，就是抓他的手，然后就直接给他拳走过来，就直接就撑死。好，所以这个真的还蛮好用的。好，那文女，我蛮好奇脚力的部分的饮食的控制，你们都平常都怎么控制？我们会有体重的限制，如果你想特别想吃什么东西，那你要把它重量减掉，你就可以，你就有办法吃。重量减掉，对。如果你没办法把体重控制到你原本比赛的体重，那就不要吃了。就不要吃，所以就是吃少一点。对。差2公斤、3公斤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们会去跑步啊，或者就是我很少去用墨水啊，或者是少吃这方面为主，因为我都是有吃，可是我吃比较多蔬菜类的，然后运动的时间会拉长，就让自己变得是开始降脂肪，不降水分。对啊，如果要增体重的部分，你们的话吃比较多。我们基本上重训完喝高蛋白，或者是练习完也喝高蛋白，然后我们重训完之后会特别是挑红肉的食物。比较针对红肉的部分。对，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文婷，然后来带我一日训练，然后也分享脚力这个项目推广出去。你正准备想要接触跟学习脚力这个项目的时候，
搜寻我们的陈文玲她的频道，啊，后面她的频道会放在这里。非常感谢今天的你的带我的一日训练，好，谢谢。